唱什么歌？清唱《射雕夫人》好不好？预备起！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滩，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来，这位小姐姐能上的扣一波上，今天加油的再扣一波加油。家人们，咱们的赞赞就差一点点了，咱们继续加加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点完赞赞，我上去感谢不了。等一下，我叫一嘴就到了啊！哎，这个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这个，哎，你是那个刀、哦、不是，刀刀的那个刀刀，那是什么刀？我从那个新疆乌鲁木齐特别追到亳州来看你的直播。新疆啊，你是新疆人呐、啊？对，我想给你唱一首歌，可以吗？什么歌？你是我的情人，哎呦，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你拉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哎呦，这个好像那个谁，哎呀，哎，好像那个谁，能不能找我啊？上来，你上，你上啊，好不好？刚那个小姑娘上啊，还有这位刀啊，刀什么？刀郎，刀先生，刀，刀先生能不能上？他们喜欢你，好像刀郎老师的声音。上，今天点不了嘞，今天九点半嘞。阿整，来话筒。哎，话筒没还，你上来，你上来啊！哎呀，来这个来，来。若能比翼双双飞呀飞，真想和你长相随。好听吗？来，这一位，你是哪里人？我是河南洛阳的。河南跑这么远啊？来，河南的，来，这位小姑娘，上还是加油？告诉我啊！哎，上吧，来，三位，来，三位，今天来，今天最后一轮了啊，好不好？今天最后一轮，是不是我穿这个粉色衣服不适合这里啊？明天穿红色衣服吧，行不行？明天穿红色衣服吧，来上。三位，还有最后三位，我们接下来怎么搞了？赞赞马上就要到一千万了，老板，一个亿了，不是一千万，一个亿。准备好一个音乐来，直播间来，你能说话的时候能把这个音乐关了吗？好难听的，这个、音乐关了。来，现在的时间听好了，我们的赞赞马上突破一个亿。我知道今天都是大家真的一个赞一个赞把我点上来的，啊、嗯，辛苦每位家人们，最后冲刺的时间，我们把赞赞。点到一个亿，准备好音乐，三、二、一，准备好点赞啦！来吧，家人们，咱们继续再冲刺一波。双击屏幕点点赞，咱们直播间接下来呢已经是150,000人，就要160,000人了。咱们所有的宝宝们，加油，一起点，以最快的速度点上去。来，准备好，还有最后400,000，这个音乐实在不够嗨。准备好，除了这个没有，不是有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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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音乐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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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个音，对对对，来准备好，最后一点的时间，我倒数五个数，咱们能得到一个亿吗？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有一点点动力。来，我倒数五个数，我们把赞赞点到一个亿，好不好？来，准备好，我马上见证我们直播间一个亿的点赞，辛苦我们今天所有家人们。现场的朋友们，来，最后来，四，音乐大声一点，三，二，一，你能不能给力一点？马上给我那个音乐放起来。到天荒地老的时候，你爱我也有地久天长的等候，故事的开头和以后。谢谢大家，谢谢直播间的家人们，谢谢我现场的朋友们，感谢。我
谢谢大家在这么冷的天陪在这里，其实也比较无聊，我知道你们也看得比较无聊。来，但是谢谢每位给我点赞的家人们，谢谢你们给我一直给我这么大的牌面，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永远是你们给我的牌面，永远是我213的家人们给我的牌面。谢谢大家，谢谢现场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努力哦，明天准备好，有请我们今天三位最后来上场，看看我们最后三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歌手来了吗？来，准备好，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歌手啊，咱们安徽。来，来，唐老板好，你好，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叫九儿。叫九儿？对，九儿啊，今天想唱什么歌？来一首《夜夜夜熬》，可以吗？你一个人唱？嗯，可以。好，《夜夜熬》了，这首歌好像是热歌，但是我一直没学会，你来唱吧。来生缘也可以。就这个，就是、这个。行、啊，好不好？你弄好伴奏了吧？弄好。OK， 来，准备好，你在旁边等一下。来，我们这位刀先生来，刀先生。唐老板好。那你怎么这么像？这太像了吧也啊！今天特意从新疆赶来，追到我们的亳州来看唐老板，有幸我追了你三年，但是第一次来到你的舞台。我们这样吧，咱们就唱情人。还有什么歌？罗刹海市，2020的雪。我相信全网在大舞台上还没人敢唱罗刹海市，今天我想挑战一下，送给直播间的采光堂的家人，还有现场所有亳州的家人朋友，你们好。想听吗？罗刹海市。啊，想听吗？他们都说是刀，刀先生，可以吗？罗刹海市，就罗刹海市。唱完以后，如果还想听，我们再唱啊，好不好？来，哎，我们来，这两位叫什么名字？我叫幺妹，幺妹儿啊。唱什么歌？今天唱一首《雾覆着你的心》。是嗨歌还是慢歌？嗨歌，嗨歌。OK， 你们去对好伴奏啊，好不好？好。刀先生，一会儿等一下啊，我们先请一号的这位，九儿来给我们唱这首《夜夜夜》什么？熬，夜夜夜熬。哎呀，我的天哪，就像我夜夜熬。来一首《夜夜夜熬》，送给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还有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分岔的路，谁？走错，One, two, three。像恋人何时没了自我，或许世界上的人太多，那年少轻狂自由的快活早就消散于一日落。像恋人何时没了自我，或许是承诺太多，那年少无知犯下的过错总会和你相逢。你是不是不太熟、啊、你是不是不太熟？对，然后对是不太熟我就听出来你不太熟，好像不是很熟的感觉啊。来，我们先点九儿的关注啊。什么这个老段平来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叫要不然你这四个女生你选一个你想跟谁啊让给你们啊接下来我跟我的妹妹家人们九儿我们来上一首来生缘送给大家熟悉的歌啊咱们一起给九儿点点加号谢谢来呜呼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都被偷袭痛恨都是自己其实人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摇起来呜嘿哎呀这动作都一样的我你这啥在无声无息中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值得过去你一点一滴的语气相爱不可以痛苦都被痛惜痛恨都是自己其实人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家人们好听吗好听大家好听啊你俩真是的没有彩排的吗啊没有声音也像动作也像身材也像双胞胎吧啊一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翻起了日记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了意义痛苦都没东西痛恨都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都没东西痛恨痛是自己、其实一切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到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来点点赞动作一模一样我的天哎呀知道了一个小八一个小九啊对一个小九真的是来吧咱们先给九儿点点关注吧九儿啊在榜十三榜十三的九儿对咱们大家一起给你自己给你自己喊一喊来谢谢韦总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希望大家给榜十三九儿点点关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不错啊来还有没有小八在榜十一大家好亮来谢谢韦总啊谢谢财叔感谢我们每位送礼物的家人们咱们给榜上的咱们的榜一哎呀榜一榜二他们不要关注榜三的樊宇啊还有老威哥还有我们的榜上的关注点一点啊好不好来看看好自带流量我看看是不是现在直播间16万人我看看你站一下能不能上个20万人就站着啊来预备起站着刀老师好刀老师好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刀老师，我的网名一名刀先生，一名刀先生。一名是刀先生啊。是的，你看，你这样一下就上了几千人，你占了就是流量啊。那今天呢，刀老师还要给我们唱一个很特别的歌。这首歌呢，我没唱过。去年在整个全网火了半年的歌。那这首歌真的是现在在互联网上的热度，还我感觉好像没有其他歌超越它。对对对是不是对这首歌叫做罗刹海市让
我们有请刀先生带来这首歌，来准备好，我们尽量对。你去弄你的伴奏，来去，你搞半天怎么没搞伴奏呢？等一下啊，好不好？等一下啊，哎呀，这站在这里就是流量啊，我的天哪！啊，好的，他选一下他的伴奏啊，刀先生啊，刀先生来给我们唱一首《罗刹海市》，好了吗？你们冷不冷？哎呀，我天！我也感觉不冷，但是你们我是一直在运动，你们是没动啊，你们要多穿点衣服啊，好吧，来准备好刀先生的罗刹海市，音乐响起来。彩虹岛的家人朋友大家晚上好，播出的朋友晚上好，罗刹海市带个各位。在宝宝罗刹国向东两万六千里啊，国旗冲越角海，三寸的黄泥地，只为那有一条一丘河，河水流过沟沟引啊，沟口引当家的茶杆唤作马虎，十里花场啊有魂名啊，他两耳傍肩三空笔，外孙开眼显专精，每一日端我礼把带来我，知己那马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有了不知道他是一只鸡，别把错如意呀，哎哎嗨哟。哎呦，这首歌好难唱啊，这首歌。是的，这首歌我相信在去年整个全网火了有一年左右。是不是你去年就只要站在直播间唱这首歌你就有十万加？其实我很少接触网络，但是我去年就用手机开着玩，我也冲破过十万加。是啊，我看到你看我刷到过他的十万加。谢谢。唱这首歌真是自带流量。这样子吧，你能唱情人吗？情人没问题，今天我就是为了你而来，一定要把这首情人送给你。送给我？对，我跟你一起唱。OK， 好，可以吗？情人，来帮我找出情人的伴奏，我来跟刀老师一起来合唱这首情人。准备好，准备好，情。现场的朋友想听情人吗？我和唐老板一起来唱情人好不好？唐老板回回手。来，准备好，情人送给大家。耶、yeah, come on， 怎么跳我看你。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力拉火我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香魂，你是我的爱人，像百合花一样的青春，用力拉淡的体温，抚平我心中那多情的伤痕。好听吗？给你赞，可以吗？一点一个亿啦 ！Come on， 耶、yeah! ！我梦中的情人忘不了甜蜜的香吻，每一个冬
情的眼神，都让我融化在你无边的温泉。好听吧，直播间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来点点赞，我们一起冲20万人，所有的朋友加加油 ，Come on！ 哎呀，你第一轮上就好了，停，真的是，你第一轮怎么不找不到你了？你没看到你了，真的是。第一轮我还在外面，在往里面赶。你今天第一轮你上场，我就到30万人了，你知道不？啊，来，再次给我们刀先生点点关注，在榜九。榜九的啊，好不好？榜九的，我们的刀先生点点关注，他们都说要听你唱《冲动的惩罚》。哎呀妈！还要听吗？还要听。我这样好不好？我相信那个20年前有一首歌，叫做《2002第一场雪》。哎呦哦，这首歌让刀郎老师红遍了全国，相信听。播出的朋友，我们一起加加油，一起点点赞。还有我们直播间所有彩虹糖的家人朋友，加加油，我们一起冲冲20万人，挥挥手，你们好。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停靠在8楼的2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2002年的第一场雪，只留在乌鲁木齐难舍的情节。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在白雪飘飞的季节你摇曳，忘不了把你留在怀里的感觉，比藏在心中那份火热更暖一些。忘记了窗外的北风凛冽，再一次把温柔和缠绵重叠。现场的朋友挥挥手，直播间的家长朋友，好听一起公布，好听我们一起往20万人加加油，一起冲一冲。好，谢谢。哎呀，这首歌太经典了，我的天哪！啊，是不是又涨了人了？刚刚想听完吗？青春的回忆了呀。啊，还想听是吧？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唐毅是真的是非常有爱的一位主播，一位艺人，真的就是没有啥呀。我们这个全国各地不同的就是不同阶层的人，只要是能够来到唐毅大舞台，都是我们的荣幸。而且唐老板非常的包容，都让我们唱几首歌，真的。我觉得只要大家说想听你们唱，我觉得就让你们都尽量多唱两首。因为来说实话，来到从新疆来这边是真的很不容易啊，是不是？来，我们再次给我们刀先生在我们的榜九的刀先生给他点点关注。还想听他唱刀郎老师歌的，可以去到他直播间听他唱，好不好？榜九再次点一波关注，谢谢各位，谢谢我们彩虹糖，谢谢我们唐毅，谢谢你来到大舞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唱首西海情歌，想听吗？你这个声音是怎么搞的？OK， 你看一下你的声音是不是没搞好？来，接下来有请我们最后一位的幺妹上场。Hello， 老板好，2113的家人们你们好。
来，幺妹儿从河北过来，是不是？河南，河南洛阳。河南过来，嗯、刚说想唱什么歌？嗯，唱一首《顾不着你的心》。这么伤感吗？不是，那个，虽然名字不好听，但是你先听听歌词怎么样？好，来，我也要捂，捂不热你的心。对，音乐响起来，有请幺妹儿。Hello， 你们好，借你们的双手用一用。这场梦早该清醒，越爱你越难冷静，沉沦在爱的陷阱，也想把故事叫停，彻底的弃暗投明，却被你三言两语心神不宁，又燃起万千憧憬。Let's go， 我怎么过？我怎么顾不热你的心，怎么也凉不透我的情，徘徊在十字路口如履薄冰，走向由你决定。我怎么顾不热你的心，凉不透我的情，任凭你一点点把青春耗尽，我也只有人也想把故事叫停，彻底的弃暗投明，却被你三言两语骗不腻，又燃起万千憧憬。我怎么顾不热你的心，梦也凉不透我的情，徘徊在十字路口如履薄冰，走向由你决定。怎么也凉不透我的情，任凭你一点点把情绪耗尽，我也只有认命。我怎么握不热你的心，怎么也凉不透我的情，徘徊在十字路口如履薄冰，走向由你决定。怎么也凉不透我的情，任凭你一点点把青春耗尽，我也只有认命，我也只有认命。谢谢哟，全在说幺妹儿好大的进步啊！来，叫台风非常的丧啊！来看看我们的幺妹儿在我们的榜十二，点点榜十二的关注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幺妹儿，在榜十二位置，希望幺妹儿给幺妹儿点点关注，谢谢。OK， 那接下来的时间来，你们有耳机吗？一起来一首歌吧，今天来耳机来带上，我们所有人一起来一首歌啊，好不好？来一首什么歌呢？来一首。最后来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演出啊，好不好？明天晚上七点半了，我们还会在这里，然后我们来唱一首蓦然回首吧，好不好？ DJ 版都会唱吗？来，准备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哎呦，往前面走啊，好不好？谁唱谁唱，走上去啊，好不好？来，准备好，蓦然回首送给大家。时光匆匆如水东流，一去不回头，梦已成的后，再回到最初的时候，笑看人间几度春秋，半生已远走，举起这杯岁月的老酒，愿很久以后回首。一个一个来，小八在我们的榜十三，点点榜十三的关注来。
泽少在我们的榜十八呀、啊。太多感受，为生何求？往事随风消，老歌一首，多温柔。再问我，挥挥手，我最想念的朋友，现在的你是否已经足够？小小在放二十二。时光匆匆如水东流，一去不回头。梦一场的风，再回到最初的时候。骂人！笑看人间，我舍得走了，你们的春秋，半生一人走。举起这杯岁月的老酒，愿很久以后回首。榜十二的幺妹儿，呜！谢谢我们所有宝宝们陪我们到现在。来，那来。我们最后来说一段广告词啊，好不好？天，哎，来说到广告词好不好？天下道源，曹操故里，华夏九城，世界药都，养生博州，欢迎您，唐毅邀请大家一起来品。博举酒，畅游亳州。